比较多东西啊，啊，淘东西吗？没上去过、哦，来看一下。啊、怎么？没有那么多方块啊。哎、欸，杰瑞、欸，你这个蜜蜂是那个呢？介福棒哎、欸。来。哦，这么好。对啊，它有一些是介福棒啊，像那个小魚。不用挖，你不用挖，那就是介福棒，就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用蛋糕垫上去。好奢侈啊！啊这边是蛋糕而已，可恶！哎呀，哎呀，原来最好的电的方块是蛋糕啊！这里的在里面。我等下把这蜜蜂多打一点。有一些是介福棒啊！哎，蛋糕，继续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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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我的上面吗？没有啊，我说你的蛋糕完全不知道巧克力在哪里。哦、他说给你蛋糕继续叠。对啊，必须叠，要蛋糕跟必须叠啊！我附近有哪个蜜蜂有金苹果啊？没看到、啊，我看一下。好、哦、介符合的吧、這個？哦，我看到你哦，我看砍在很里面，没办法。对啊，看不到。对啊，还蛮。那那个女王蜂有东西吗？这是边界内吗？那个真正的蜜蜂，你女王蜂在边 界外，边界外，边界外。啊，我这头上的有金苹果吗？可是哇，这这边这样很难。你头上的那一颗好，那一颗看不到，因为它被包起来哦，所以其实看不到。对，它除非是放在上面那一层、那個。垫上去，你这个有点费时啊。对，还是你从上面垫下来，上面摸得到吗？哦，先摸一，先拉一条，然后当基底在那个。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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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从旁边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小雨的右肩膀上面有介福棒，黑色介福棒。对。对啊，小雨是不是？嗯，对对对，小雨本人的雕像。哦、然后有剧毒药水，飞剑的。哦哟，自流缓速药水，哦、金苹果。我先其他的岛看看好，因为他们现在在绕，他们在找其他的那个。嗯，我继续。好，我们可以先获得更多资源啊，蛋糕。哎呀，又是一堆蛋糕，可以垫，可以垫。嗯，我快要甘蔗了。还有花花。哎，黄蜂在我后面吗？对啊，我在你后面啊。血超残，我往你去右前方那个吧，那个岛上面那个。所以他们还在中间，小雨呢？哈基拿到钻石剑喽、哦！哈基在乱在看蜜蜂。哈基拿到钻石剑喽！哇塞，那中间的那个还有人在吗？中间没有了，也没东西拿啦、啊。隐约在很高的地方叠、哦。你不是说小雨肩膀有东西？哦，对对对 对, 对，小雨肩膀上是有东西的。左肩膀，黑色的戒符有啊，还蛮好啦，里面有金苹果。哇，怎么又是一个蛋糕？过去找还有剧毒药水啊，我觉得很好玩诶、欸。可以丢别的，只是中间那个都是怪。没有，你直接走那个啊，小雨的脚旁边、啊。我在绕，我在绕。哎呀，小雨保佑我啊，小雨！哇、哦，好多蛋糕哦，好吃。所以其实我这旋转楼梯盖错方向，我对，反了反了。我对啊，可惜。没关系，他至少可以让我到很高。嗯，我拿到了好多蛋糕。蛋糕，我们要金苹果，要武器。好，你看看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蜜蜂船 ，What the hell？ 继续往上。那个蛋糕叠叠了。这个船有人来过吗？贯穿小雨的头就可以到左肩了。对对对，贯挖他耳朵。哎、欸，实心的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是实心的哎、欸欸，我这边有一艘船、欸。等等，继续往那边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把他眼睛挖爆了。对对对，这个蛮重要，我要看他看看世界。这世界上玻璃装置啊，解谜时间，杰克在看你哦、喔，杰克在看你哦、喔，杰克在看我，嘿。这个箱子还要解谜哦！我有一点事情要做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塔糖啊，塔糖啊！解谜。这样左肩好庞大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后面，羊毛打掉，地毯打掉。哦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都没打到？黄色的地毯，黄色地毯。哎、欸，对对，那个，过了，对，金苹果。哎、欸，有中毒啊！金苹果，飞剑那个啊，飞剑中毒啊！哇，毒的哎、欸。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自流夜视效果，先来一个。你可以自流，哦、好亮好亮，自流补自己啊！欸、自流自疗，哎，补自己，赶快现在补，先补，先补啊，先补先补。好，好，好，直接先补。哎、欸，我有很多的经验品。哇，泡温泉，治愈之光。哇，补好多、哦，舒服哦。那这是毒的药水。单机游戏。哎、欸，有线哎、欸，
可以做工，只是没见识。铁矿空洞，空洞。那另一边另一个肩膀就没东西了，没有。好，这边只藏一个，这边只藏一个。那他脸破坏的如何了？很，现在就很眼神空洞。他嘴巴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嘴巴。你还把他搜啊？所以你的脸怎么长这样了？他已经眼睛看不出在哪里了。你觉得我不是挖掉了吗？全挖光了。所以你脑袋有洞。你脑袋有洞啊啊啊啊！好可怜哦。你脑袋有洞。这种鱼啊 ！QQ 啦！我要去看他变得怎样。噔噔噔噔，他变得很奇葩，很呆滞，不成脸型，根本是凹进去。对呀，不成脸型，还要动，他感觉是被揍了，有没有？哇，直接垫高高啊！哈基哦，哈基跟允月都在那个高空。对，在高空找高蜜蜂。看一下哈基拿这个箱子。哦，哈基正在受伤，很少拿摔倒。我的天，很少支撑的棒棒。哇，他也有 8.6 药水了，你们等一下互丢药水啊。啊，他也有可怕的 8.6 药水，对吧？哎，巧哥，你这个上面也有 8.6 药水，可是你好难上去哦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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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、我有蛋糕。啊啊我觉得你先把蛋糕用完了，蛋糕太多了。我拿一堆蛋糕，就是为了在这时候用。饿了还可以吃一下哦，变阶梯。蛋糕三，够吗？没了没了，还有方块。有小雨的脸。哎呦，白色蛋糕旁边盖不出来。可以啊，有有有有，你要到很下面一个。嗯，奇怪的蛋糕。哦，这好多 哦，这是他的脸，脸，这对，你在拿他的脸皮来盖东西，缓速，项目项目才拿走啊，垫脚石哎，垫脚石垫脚石，这里嘞，烂东西，眼睛眼睛放过来，你眼睛眼睛要保留，最后可以呛他，嗯，厉害，有蛋糕，我不要蛋糕了。欸、还有哪里没拿？还蛮多的多、哦，可是我觉得看起来都觉得还好，感觉要战斗了。来、啊，我们偷偷过去找他们啊！哇塞，他用玻璃片在叠，哈基有一点猛啊！他用玻璃片叠，还在玩跑酷哦。我去找哈基。嗯，他在你右在高空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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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，走独木桥时间。哇，我们到时候互丢对方药水了。可是其实他有盾牌，我没盾牌，你们要战斗了。要过去在哪里啊？对啊，这里是在哪里？等一下，中间啊，来中间。好，在中间。他们在中心点，他们在中央。哦，我烧个铁，我就过去。可是我垫上去，他应该也会能通报他吧？哎、欸，目前没人看你。我就过去扔他一个药水。没有人看你。他现在在干嘛？我看一下。哇，又只是一个箱子。好，那我他很开心的在看箱子里的东西。还有，好紧张啊！他没顾，他还没注意到你，啊、他还没注意到你，应该看到你了，是不是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他在找。可是我这边过去，他一定会看到吧？对啊，他看到了，啊、他看到了，啊、看到了，他一定看到了。啊他在高速，他也有药水啊，他也有 8.6 药水，要下来啊！啊，你做钓竿、嗯，我有钓竿，我有钓竿，哎、欸，对，啊你，你就不在这啊？我有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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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到了，我快到了，我有线，我有线，你坐，你坐，我帮你把风。他在叠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个，他想叠过去，他想叠过去吧？哎、欸，你把他拉下来，就换你制控权了。好、哦，哇，好高，好高！他想叠高，他想叠高高，他想叠高高，想让你认不到，然后他认得到你。你骗他，你骗他，你故意以为手上没有东西。
没有位叠高高。好好，行行行，他还不知道，他还不知道，他还不知道。我拿了旗帜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跟他比叠高，你们要干嘛、啊？这叠多高？然后看谁看谁的建材多。他都搬砖呐，他叠到死哦。哎呀，快叠高，叠高，叠高，叠高！哦，阿 B 高，阿 B 高！哎，再高，再高，再高！你要再高？你比谁高、欸？哎，建筑大赛啊，这个。哇，他好高、哦，他好高哦，超高的，他太高了啦！这干嘛、啊？哦，我放弃了，他太高了，靠他建材啊！哎、欸，他该过来，他该过来，他该过来了。他要那个，他要丢了，他丢了，他丢了。雨月在下面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这是我，这是我在这边。他记得已经准备好药水啊！对，我赶快逃。该那么高干嘛？看他在看哪边、啊，他要下来也很难啊。我的对啊，要那个边家健说了。你赢了，你赢了。隐约、欸、受伤了。隐约没呼吸，没呼吸。隐约会不会是在底下、啊？他没呼吸，他在游泳。没有，哎呀，他在超远的地方。他游泳，你们可以不用啊。他游泳，那反而可以过去找他。嗯，他在边界旁边、欸。我这边看到一匹马，透明的，超旁边。他叫高哦，天哪！他那么高干嘛？他是一定要看我，他说我经过他脚底下的时候就丢下来这样。那去找影月啊，他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他在岛上，他在边界旁边的岛上。哎、欸，要说说，哎、欸，有、哦、有亮啦、啊，有亮，你看得到了，亮起来，亮起来，亮看得到。还是你看、哦、你们看不到、哦？我们这个距离可能太远，看不到。有，所以他会告诉你中心点，所以他随机缩圈还是缩到中心点。对对，哈基往前，往左边，左边，隐约在那边。你后面，你后面。安全区外，这里吗？的安全区外。对，我现在在安全区内。嗯，安全区内是哦哦，帅！我还在安全区内，所以现在我可以到安全区外。哦，你有多一个盾牌吗？有啊，我还真的有在安全区外了。谢谢。杰、哎啊、瑞呢？你在杰什么？小雨盾牌，寿星之盾呢、欸？搞这样？对啊，这是 1.13 哦。我看到我哈基在叠。哎、欸，音乐来了哦，他准备往中间。我在放水。他想要过去找你们。他靠哪一个建筑物比较近？小雨的屁股。对，小雨的屁股。是是啊，好，哈基也都往那边靠、哦。他怎么停下来了？他还是喜欢用油的。天哪、啊，他是。哦，还在上面呢、欸哦。他要去找哦，沉船啊！他找到沉船、哎，想找沉船，我又来，我又他、哎，他已经找到，他已经找到了，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上来了。那扁他，沉船其实没什么东西啊，沉船没什么东西。扁他，扁他，哇，他在水上这样子不太。哦，他在游，还游，还游，他又下去了，那还游下去了。你们三个咬一个可以成功吧？游泳，游泳，巧克力游泳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剩九滴，刘瑞，黄黄虫后面包，黄黄虫后面包。哦，哈基嘞，哈基，哈基还，哈基还在很高，还在上面，还在上面。他的建材也太多了吧？我们看一下中心点坐标，我们看一下中心点坐标，往那边游吧。就在这个岛上啊，岛这里，就岛上吗？对啊，正中间哦。哦，没有，因为中心点坐标，他可能既然随机说了，应该是那个，那就随机啊。所以我的。所以就在岛上就定了，那就是我在想，它是随机，有可能它中心点还是固定，可是到在哪里？那个外围的边的说法可能随机，就对啊，它应该随机一个中心点往那个地方说吧，这样子。我不知道，阿基想扔东西哦，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先好高哦，弄一点木头材哦，对啊，他现在没建材了啦，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，他等一下就跳下来，他就。见死之类吗？还是什么？他现在在扔鸡蛋看抛物线，看你们。对，咦、欸，出来了，还扔鸡蛋呐、啊？嗯，还扔鸡蛋。他拿 8.6 药水咯，他要计算到底要怎样丢才可以丢到你们。对他在看抛物线，我可能丢得到啦，太远了，丢不太到、啊，扔太远。他好高哦，很难上去。挖了钓鱼。啊、哦，对，我可以拿头盔，他头盔比铁盔好强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打，但没有掉，好难过。下来了，
欸，他还在，他还在叠，他又叠过来，他想丢了。我怎么那么多建材啦？他就做半砖呢、啊，他都是做半砖慢慢叠。做半砖很危险呢、欸。他刚刚都用玻璃片在走独木桥了。欸、半砖比玻璃片还危险。啊，收集满满的土。做半砖，好可怕、哦！我做半土。半，哎、欸，有啊，不是吗？没有了，没有啦，所以那个没拉进来哦。嗯，不是，我之前有看那个1.3的更新，